菜地续租了，体力不够，工具来凑。中国制造的小工具真的是顶呱呱。又来地里了啊！最近呢，体力有点不够，就买了个机器来补体力。人家不说现代化经济吗？不是现代化工种，那我也来一个吧。先呢，防一下蚊，上次咬的我都快糊了。今天呢，就还是来弄个蚊香吧，蚊香最管用。然后把这个都拿着，然后，买了一个这个哈，在网上买的，但是它是咱们那儿进口的哈，咱们那儿来的。这个脑袋哈是真聪明啊，以后叔不行。这个土好细呀、比我打的细，比我用鲜撅的细多了。哎呀，今天呢就先搂着两块了，电池还没用完呢，还是比较好用的啊。然后再上点水，过几天的时候再弄点儿，看看还有没有那个免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牧草木灰，不一定有啊。我不是今年哈一直上班嘛，我都寻思想把地给退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地吧哈，其实退了也挺可惜了，因为我刚排号等这个地就等了两年多，哎呀，然后其实也有点不舍得。突然那天的时候，在网上在那翻翻翻，突然看见有这个玩意儿，也不贵啊，就是在这里就是10000多块钱吧，好像是我在国内也看见了，
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啊，也是差不多价格，所以就买了一套。哎，人家都说种地是农民的活，我感觉，哎，可能咱们对农民哈有点，嗯，人家都说哈种地啊，回农村种就行了，要跑日本来种地，感觉是一种兴趣爱好啊。咱没事干，加上呢，也不算没事干，现在有事干，但是吧，就想自己种点自己想吃的菜，因为日本的菜的品种太少了。先给你电动的吧，不锻炼身体，非不要电动的。这茄子还能接一杯，上两杯。太热了，这辣椒都不接了，被热蔫了。翻地鸡。是翻地，还不是耕地，反正今天完成了。好，回家做饭。就是用完了哈，最好把草摘出来，然后再给它上点油，因为它毕竟是铁质产品嘛，所以说可能容易生锈。好，回家。现在呢，来收拾一下我的工具，在门口弄吧。这一个切的小一点。